不行了，一直给闪。晚上是在放这个幻灯片，关灯。DBS 啊，完了，这 DBS 给的压力很大，再喷，哎呀、兄弟，我的兄弟，欺负没兄弟。是的，这个是因为您第二步就是二号位拉上去的时候是给了扶起来，黑猪是继承了这个 monster 的 DBS， 哎。都是喷子，但是好像黑猪是不是在跟队友交流，我感觉反应明显慢了一点。嗯，他架的位置不太好，他架的是第一场位。哇、呀，十二月这一喷好反拉，这一喷好帅。YLG 这一波其实本开扫逮到了，但是最后一下还是把烤鱼啊，等到了一条鱼。这样的话，七五一听枪声不对，两杆枪，然后脸烤鱼再爆一波这个点啊，这帮这样的话，天美脸上四个人，七五只能选择后撤，但是车是拿不了了，赶紧跑吧，先跑。四野过来了，嗯，哎，鱼人没想到啊，因为之前响枪是在防区当中，没想到石头后面埋了一个。还要来，巨斧还在路上，这个波是要硬打的。又给了一个火，哦，灰灰，我直接撞了，要撞，我面对老队友，还是来了，丝毫不手软，这波航二歪打把马云龙打倒，有机会连刀两人，左子轩跟马云龙都倒地了，我、这一波反赢，哎，航二歪外面有枪线啊，前面。左子轩也是射到外面枪线的，主要高点牛 happy 的枪线有点干扰这一波战斗，所以如果被锁定在小范围房间里面的话，其实看谁道具多，然后人数多的话，也是会占有一定的优势。其实这波第一波打赢之后，可以稍微的缓一缓。哎呦，又是一个火烧，能救吗？一倒，救一下，进来就行了，他是有烟的。哇，反打一个手雷炸倒，护烟，这节奏有点炸了，说实话。以为对方出去了，现在就是在烟里雾里看花，根本看不到，全靠脚步。但是灰灰在正面把黄明打掉，哇！巨斧直接淘汰掉了 Pero， 只损失了航航一个人，能接受。在这种天崩开局的情况之下，还能加5180分。刚刚那个应该不是他，我来，冥冥之中自有天意，老队友就殴打老队友。MCG 也撞过来了，而且撞了一个巨斧，本身之前有一波战损。是的，这个有一说呀，我是觉得两支队伍一打起来，其他队伍先进圈。哎，这边跳了一下零度，这边小五正好逮了个头皮枪，交道具。现在就是加上外围的枪线，现在 MCG 也有点难打，这房间始终是攻不进去。但是木子立刻手雷将小五给炸倒，小人也是一丝血，局势稍微扭转，木子立还有一颗手雷。 MCG 并不选择第一时间扶人，而是选择先打一个人，正好一个投注的 timing 还是被解决掉，但是零度被补掉了，成功换到了巨斧的三分。嗯，一换三，后面动弹不得，只能找到一个厕所，土路上的厕所。林将还被打倒，这一分的话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可以拿下，因为两名队友的话已经是开车溜了。关门把人逼至门外，再一颗手雷，这个是解决非常快速。主要是 DT 人又少，没什么太大的火力呀。爱奇艺现在对十七这个山坡是有想法的。如果十七把这一波防下来，其实他的一个扩展空间还挺不错的，哎、在这个山头上。因为目前那个是选择直接强冲，强冲牛还是得分彩来了，就这个坑。哎，第一不是没开枪，那是被反打。敬业的话只把压力抛给了明明。是的，但是这个厕所第一时间没解决掉，明明一个人打四个，哇，有点难受了。对方已经开始捏道具了。是的。原点有三把的枪线，武器器已经被打在正面，娃娃也没顶住，六一颗手雷将明明炸倒 ，DDT 也是损失惨重，还剩两人在坑内，女孩必选择直接过来隐蔽的。你的他看上去隐蔽炸没问题，放到六一，车控不住了，感觉那一瞬间 是旁边的 TMA 拉上来，这波已经进了，因为他们两个人在火，但是。这种火在这种拉扯战当中的话，其实效果这个使用效果意义不是很大，是的，最多 B 一走位。是的，我正面。哇，这边的话，小鬼是被放倒了，可乐。
了。他好像也想是往这个左边去拉位置，没想到是安西这边人更多，两个人去拉这个点了。速九的一波反打，看一下再来，枪很准，打了一个速九，但是只剩速九一个人一打，有机会穿吗？十二发子弹，先换子弹，不着急，两个人踩头上，被白了。往这边压到脸上，哦，最后还是被 i7 收下来，还能救 i7 这一波的反扑打的是非常不错的。是的，刚刚就说过，只要被 i7 贴到近点的话，其实十七整体的位置会比较局限。是的，注意力，这样的话天会给到天路一个背刺的机会。我服，天路就想的是我尽量的多去拿分啊。哎，是的，你们两方交战打起来越激烈越好。哎，北身那一封封一个手雷，很准，雷准。是的，这种近距离啊，两边同时在蚕食翔鹿 gaming， 但是匆匆拉上来的时候被原地阿毛给击倒，萨萨选择先过来，这个时候不着急再反扑啊，有机会的，稍微拉扯一下，不用着急。是的，毕竟2004还要顾及旁边的 IQG。是的 ，IQ 也来了，萨萨先破点将木琴打掉。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天路稍微的要缓一缓节奏了，节奏太快了。吃雷，我吃火。i7 是从刺猬出枪之后，但是这边波波将萨萨打掉，被蓝圈带走。波波匆匆打了无数的伤害啊，最后是被蓝圈给电倒了。哇，还能扶，还能救。现在小童正面是顶住，先把大金的分数给收下来，一个人顶前点，给队友先打掉再扶人。而另一侧 TMA 跟 XCG 到了，直接过来清一个雷，哎呀，不给机会，没问题。哇，这场上抢分队伍还在呀 ，TMA、MCG 都是抢分队伍。嗯，这把很刺激，但是许是 MCG 很懂，因为这个坑 TMA 是不在圈的。等蓝圈收缩慢慢蚕食，但是 Cobra 被 Jacking 给打掉，木子里原点放到了 I7， 同时在分割 I7 的分数。现在 TMA 被夹在中间，两个残血，一个残血，露露。手雷的不断轰炸，这个坑瞬间就被团灭了。MCG 拿到七分，进入到前四名，他们的目标在上一局打完之后还有机会拿。现在目前安西还剩一个独狼可乐，本场基本上没什么机会了，被蓝圈带走。三支队伍，两支满编，可以。正面就是拼枪了，我活。这火把 Jacking 给烧倒了，这个是怎么做的？有可能是，打残之后一颗火瓶直接拉过来，哇，哦，一波突围，先用投掷物直接突破掉了对方的防线，天数，死了，哇，打药，我在看左边，慢，我在看正面，别急，我站着，打。我是八枪，我左边了，我左边了，打一个，我知道，厕所后，我左边了，我看，我们左边，他俩左边，直接正面二打一，我知道，没救，得，三几个。